灵枢病狂原文木子外绝于面者，胃锐子，在内近鼻者，胃内子，上为外子，下为内子，颠疾始生，先不乐，头重痛，是举目赤，甚作疾，已而烦心，后之于言，取手太阳，阳明，太阴，血便为止，颠疾始作，而饮口啼呼喘迹者，后之手阳明，太阳，左强者，攻其右，右强者，攻其左，血便为止，颠疾始作，先反僵，因而己痛，后之足太阳，阳明，太阴，手太阳，血便为止，治颠疾者，常与之居，察其所当取之处，并治，是之有过者泻之，治其血于护壶之中，治其发时，血独动矣，不动，九穷谷二十壮，穷谷者，骶骨也，谷颠疾者，坎，使诸数，分肉皆满而骨居，汗出，烦蛮，呕多卧末，气下泄，不治，筋颠疾者，身倦，挛急，脉大，四象大经之大柱脉，呕多卧末，气下泄，不治，脉颠疾者，抱朴，四肢之脉皆胀而纵，脉满，近刺之出血不满，九之斜向太阳，九带脉于腰相去三寸，诸分肉本疏，呕吐卧末，气下泄，不治，颠疾者，疾发如狂者，死不治，狂始生，先自卑，也，喜望，苦怒，善恐者，得之忧饥，治之取手太阳，阳明，血便而止，即取足太阴，阳明，狂始发，少卧不饥，自高贤也，自辩智也，自尊贵也，善骂力，日夜不休，治之取手阳明，太阳，太阴，舌下少阴，是之盛者，皆取之，不盛，是之也，狂言，惊，善笑，好歌乐，妄行不休者，得之大恐，治之取手阳明，太阳，太阴，狂，目望见，耳望闻，善呼者，少气之所生也，治之取手太阳，太阴，阳明，足太阴，头，两坎，狂者多时，善见鬼神，善笑而不发于外者，得之有所大喜，治之取足太阴，太阳，阳明，后取手太阴，太阳，阳明，狂而心发，未应如此者，先取曲泉左右动脉，及盛者见血，有请以不以，以法取之，九谷底二十壮，蜂蜜，抱四之种，身落落，息然时寒，饥则烦，饱则善变，取手太表里，足少阴，阳明之境，肉清取形，骨清取景，筋也，厥逆为病也，足暴清，胸若将裂，肠若将以刀切之，烦而不能食，脉大小皆涩，暖取足少阴，清取足阳明，清则补之，温则泻之，厥逆腹胀满，肠鸣，胸满不得息，取之下胸二胁，咳而动手者，与背书，以手按之力快者是也，内壁不得搜，四足少阴，太阳于底，别本作底，上以长针，细腻，则取其太阴，阳明，厥阴，肾取少阴，阳明，动者之精也，少气，身落落也，言兮兮也，骨酸体重，懈惰不能动，补足少阴，短气，息短不属，动作气所，补足少阴，去血落也。